你好，我是汪汪。今天要介绍的是原宿排行第四，欧巴象级的队伍——原宿夏侯渊入坎。夏侯渊作为副输出，则充保护原宿、击穷敌人主将；陆康作为辅助，负责维持原宿的奇谋纪律。很重要的是，错锐跟威谋的联动，让原宿可以打出很高额的伤害。这对比起之前使用过的武力版本，较为不稳定。但象级觉得还是不错。如果威谋暴击，很容易就破万。加点原宿夏侯渊30到40速，其余智跟其余武陆抗全智。